为什么介绍饼干和另一个法？我写给你的都是曾经考试问过的题目啊。妈妈不干，妈妈可闹干，哆来哈，一干和另，或者是一干，独让一干和另，或者是 system independent。来，请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会介绍斜斜各的方法？两棍，两棍是在，两个是拿，安棍是在的意思。门棍、安棍、安棍带，交通。嗯，你们是一个礼拜没有训练写字，所以变慢了吗？是啊。所以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要开班的意思啦。对啦，不能叫大声。很大声啊，没有关系。Hello， 好了吗？你们是超慢还是边讲慢边吵？好，你们都不。来，告诉我为什么斜斜哥很好，名比较。命比较长，夜神好，慢慢张干，哈压包高个大，命比较长一点，是不是？长命百岁。第二，香蕉汁比较多还是比较少？多。门铃干干，本门老人叔叔个大，香蕉汁比较多。第三，不会破坏刀树，不会破坏树凉鞋。第四，破坏马路沙干宝宝跟刀。可以吗？可以吗？然后最后两个啊，你写这个。什么公司是发展更大的？老师问过这个。小林干，蒙古蛇和干更大。来，点名松，知道什么公司发展更大的 ？Sim, Darby, Good Tree。第三个 ，United Plantation。OK 吗？最后一个，你们有这么傻，傻的话不给种香蕉吗？因为英国人要沙拉瓦人赚钱的就要赚钱，不要赚钱，对不对？他们维持什么传统就可以了，还记得吗 ？Traditional， OK。所以最后一题，蒙阿伯搞。OK， 曼阿伯嘎 ，Dynastic Block， 沙拉瓦，抵达，不鼓励他们开香蕉园，抵达曼阿拉干，巴布嘎安，格达伊，沙拉瓦。为什么不要他们种橡胶？为什么不要种橡胶？来，请说，为什么不要种橡胶？保护当地人的经济，对不对？讲好听是保护当地人的经济嘛。
关。一个区间，哎，这是没有锁的，想去啊？来给他装进一小班，你们走过？我的成绩单在哪里？我的成绩单。Thank you。我都拍完了。哎，其他人没有写的，我会问到你，给我一次啊。听到没有？菲尔德，请啊，宝俊给我、啊，我不念你名字啊。怎么？难呢？要啥先让我看字？菲尔德拿宝俊给我、啊。没有关系，把考卷带给我看哦。来，我开始了，准备看那边。哎，没有关系了啊、哦。看了吗？对。我继续了吗？完了吗？过了吗？过了吗？来，眼睛看到没？嘘。来，没有。好了吗？去。我先讲，注意了，分数低过50分的，我强力要求你备战班一定要报名。你要懂，你现在七月 S 没有任何的 tips 的话，你要怎么办？你懂我在讲什么吗？你不要我拿六可以没有关系，至少十就要我拿。Hello， 听得懂我讲什么吗？等一下 USA 最后考试没有任何的 tips， 我告诉你，你就死完了，你懂吗？影响你明年分班的喽。你不要跟我讲了，说我拜六休息啊，我不用休息啊，我也是照教书，你懂我在讲什么吗？我只需要你跟我报掉成绩了，还有多拿一科，至少要拿两科，听到吗？我讲啊，50分以下的，我不要等下成绩出来，你等下那边哭啊，听到没有？继续，我不想要骂人的，懂吗？来看这边，看到吗 ？OK， 看到 ？OK， 接下去 ，Mr. Hong， 我要跟你讲的东西，来大家一起看啊。老师讲了两个重点了啊，最后三个重点比较简单一点的，
最长的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听到吗？第一个你要懂的东西叫做，老师跟你讲过，第一个你要懂 technology 咯，对不对？还记得吗？科技还记得吗？划船 ，OK， 然后有我们的什么 hydraulic， 对不对？这些都是，对吗？第二个老师跟你讲过的东西就是，他们需要有很多的资金，对吗 ？Hello， 来，眼睛看了吗？我快点讲完它。三，当时候，坐好，看这里。当时候呢，你要知道，为了让到他们的经济变得更好，对不对？他们做了一个东西叫做他们啊，英国人为了让他们的经济变得更好，对吗？他们直接带了很多的部落进来，听到吗？什么叫部落 ？Yes， 人力或者我们叫劳工，听到吗？我讲话喽，声音说，人力或者叫劳工，听到吗？一讲到劳工，对不对？你就要知道，当时他们带了两个劳工，一个是华人，一个是印度人哦。不要跟我讲马来人哦，马来人是本地人哎，听到吗？所以当时候华人呢，就带钱那么来。大家以前华人做什么工呢？很好，华人做采矿的，看到没？很好，华人做生意的，对不对？对吗？所以以前的华人不是采矿，就是商人。听到吗 ？OK， 所以华人在我们的马来西亚里面算是比较有钱的。怎么有钱呢？因为采矿 ，OK， 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懂吗？听到吗？然后采矿，他们是没有日没有夜在挖矿，懂没有？不是三天晒鱼两天晒网，是这样用吗？大概 ，OK， 听到吗？所以这个叫做。华人，所以华人当时候嘛，英国人就叫了很多华人进来，听到吗？再来，印度人做什么的？吃。印度人进来就吃，吃了过回印度。中菜，中做生意啊？啥子、啊？印度人做生意？要不买咖喱饭啊？咖喱的饭，你跟我讲到地加奈，我还可以接受一点点。到地加奈卖咖喱饭，咖喱饭，中。个胶，印度人是个胶的，听到吗？啊，所以你没有闻到他们身上的一股胶味吗？听到 ？OK， 来，对不起，是啊，没有人欣赏，不要看这段啊，我只是让你开心一点不了啊，哎，喂，听到吗？没有吗 ？Hello， 重复一次，劳工带进来，华人进来采矿，印度人进来个胶，听啊。下一个部分，你将会学华人用什么方法进来，跟印度人用什么方法进来。我先不讲先，听到吗 ？OK， 拜。然后啊，除了这个之外，第四个有五个特征啊。好，所以问你五个特征啊。所以第五个叫做他们当时候啊，就要有非常大量的产量哦，对不对？他们就畜产很多，他们就拿去 export。什么叫 export 出口，听到吗？所以在这边里面你要知道 BJD 嘛，以前给马来人发展的时候有没有很多，我跟你讲啊，好事喜欢问你 graph 的 BJD 嘛，给马来人发展的时候很少，好吗？给华人发展的时候中等，给欧洲人发展的时候多，他就会问你为什么欧洲人他可以挖那么多矿 ？Yes， 因为他科技来的。他们介绍了什么科技 ？Yes， 嘎巴果嘞，答案就这么简单，知道吗？你either选嘎巴果嘞，不然你就选什么？选 technology， 听得懂我讲什么吗？知道吗 ？OK， 所以这个很简单罢了，没有了。所以它不像前面要背很多啊，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你们懂得了吗？劳工有什么人？华人跟印度人，大量出产的目的是拿去卖。这样为什么当时候欧洲人可以把矿挖高？因为还有很多的高巴、高瑞跟第二个，它有科技吗？有，听到吗？第五个你要懂的东西就是最大英国人要的东西一定是泥土，要土地。中国你懂要土地吗？
土地才可以让他们有的挖矿，有的种东西，知道吗？你想一下，如果土地没有的，没有土地，你觉得他们可以挖到矿吗？可以种到橡胶吗？是种不到的。所以当时 ，Thank you。啊，终于有一次分享了。我在那里哦。OK。来，我有礼貌的。OK。别吵。我在那里哦。OK。喂。OK， 回来，快点，我在那里哦。要大量的地。啊，要大量的土地。来，同学们，所以英国人有两码土地吗？直接进来发展土地。所以他刚刚讲什么？土地都是我的。你看到吗？土地都是我们，我的，我英国人的。可是你觉得马来人会不会给他？你有在听我讲话吗？我顺便讲，我讲下去，接下去你要背了吗？你觉得马来人会给他土地吗？什么？因为土地是马来人的，对不对？像你讲，你是英国人的土地啊，你放屁啊，对吗？你懂英国人讲安抚他们吗？给他钱啊 ？Sorry， 不可能，马来人不要的，马来人有的是钱。他做什么懂吗？他做了一个东西叫做英国人啊，所谓的安抚马来人啊，他直接每一个马来人都给他一个东西叫达纳西巴纳马来语。什么叫达纳西巴纳马来语？给你马来人每一个人都有一块土地，知道吗？也就是说，他接见的时候，他就跟马来人讲：“马来人，土地是我的啊，但是你不用担心，我还是会把一个土地给你的。”马来人点头吗？OK， 拿到拿到，可以可以拿，你给我一块就给你。这样你懂英国人几贱吗？这块土地啊，肥沃吗？你觉得会肥沃吗？不会。这块达纳西巴纳马来又叫做马来土地啊，这个马来土地一点都不肥沃。你懂他们只可以种吗？他们只可以种稻米罢了，不肥沃。这样你觉得马来人会分肥沃不肥沃吗？不会啦，生不出娘半。哎呦，应该是我教学不够，继续教。哎呦，应该是我种子不够好，继续种，对吗？他会想到，哦，原来是英国人，他很贱，他把不肥沃的土地给我们，会吗？会想吗？不会，你懂吗？所以为什么马来西亚那么容易被骗？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我讲了五个point了吗？科技、资金、出产、劳工，还有一个什么？土地，听得懂吗？大家？Yes， 很好，来继续。好了，快出来，来开始喽。劳工，部落啊，不会再记写。部落叫劳工，劳工，劳工，不要叫错啊。来，劳工啊，矿。劳工第一个是矿，所以矿。你要知道，来，同学们，第一个，当时候英国人在发展吗？需要很多劳工吗？要，对不对？所以他来，因为经济发展，所以英国人需要非常多的劳工。因为经济发展，所以英国人需要很多劳工啊。Example， 有华人吗？有，华人进去的吗？采矿 ，Yes。劳工的 master 比基尼吗？看到吗？然后来第二个种菜，种菜是请谁进来种菜啊 ？Yes， 印度人，很好，英国人带印度人进来种菜的，各教。爸爸我欧让印加文都马来西亚沙拉克古让们布罗迪拉当知道。来，同学们，除了种橡胶各教之外啊，在沙拉瓦呢，他们有一群人也是。农业，你要知道，请华人啊，沙拉瓦，华人被 Charles Brooke 带进来，他们叫福州的华人，福州，懂福州吗？福州语言听过吗？那边叫福州语言哈，不是福州语言，福州 ，OK， 啊，福州，啊，出产语言的。福州，
不弱了啦，对没 ？OK 啊，这种比较简单，我就快一点。来 ，Scala besar dan mencirikan ekspor。Scala besar dan mencirikan ekspor， 来出口多一点，然后出口对不对？所以来，大家有看到下面的图片吗？有看到吗？总之，你记得我讲的啊 ，Hello， 注意听多一次啊。原本很少，过后很多，原因是什么？因为有干爆 ，Correct， 还有一个是他们有很好的 technology， 你能懂我讲什么吗？所以你要知道一下 ，OK， 然后啊，你看欧洲人是第一条。对不对？华人是第二条，所以你看到吗？欧洲人原本少少的，然后变多多的，看到吗？所以这个图片要注意一下，帮我记录起来一下，打星星一下来。欧洲人因为有了 technology 跟我们的 capability， 所以欧洲人量变多，欧洲人量变多，听到吗？注意一下 ，OK， 然后来最后一个，下面这个还好，我只怕 ABC 问题比较细吧。OK， 来 ，three， 都 one， 来按了 ，OK， 来有土地吗？全班有啊，土地，所以土地。是欧洲人一定要，看到吗？土地啊 ，asal yang amat berharga dan perlu dimiliki oleh pemodal Eropah。土地是欧洲人一定要有的 ，asal 什么叫 asal？ 你们知道吗 ？Yes， 资产。asal 叫做欧洲人一定要有的资产，土地是欧洲人要有的资产，看到吗？啊，所以。OK， 拍起来啊！比如说，有什么欧洲公司进来我们国家投资的？第一个 ，Goodtree 是种高逼根根的。OK，Harrison 种根大。Sindari 种 BGT 吗？猜一下。OK， 来继续。什么？坐过山车的，滑下来的一个。来，你比肩体慢点点的。对啊。然后来，欧洲人他比较想要种很多 commercial 的植物。来，什么是 commercial？ 对 ，commercial 商业，知道吗？商业，所以他们比较喜欢种商业的植物。因为比较赚钱，赚钱啊，我们都干。干第二，没有任何的 system per ira， 来，不会太过，帮我割掉一下，不好意思哦，打掉两个。system per ira 叫灌溉 ，yes， 因为你今天要种稻米哦，灌溉系统比较贵一点。所以他们不用灌溉系统，看到吗？所以他们比较喜欢种香蕉啊和 BGT 嘛，可以吗？亲爱的同学们 ，OK 吗？可以吗 ？OK， 听得懂吗？所以来总结多一次，看这里来，看到没有？看到吗？看到吗？来看这边 ，OK。所以刚刚听从我讲了啊。所有的特征 ，economy commercial 的特征，听我总结一次啊 ，Hello， 来，所有 commercial 的特征，你要知道第一个，大家来，第一个特征是 ，Yes， 猫到资金很多，第二个特征是 ，Yes， technology， 第三个特征是，不弱 ，Yes， 很好，第四个特征是。Yes， 很好，达纳对不对？跟第五个是 Scala 要多吗？要大吗？要大，然后拿去 export， 听得懂吗？所以这五个是你第一个部分要懂的。
明白吗 ？OK， 听啊，基本上你已经考过了半年考了，听到吗？接下去就是你的 UASA 最后一次考试，然后呢，槟城州已经是通知学生几月考试，你们知道吗？二月吧，1月2号，2024年。他们已经通知了12月那两个礼拜的假期一过，马上考试，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过12月那两个礼拜假期，跟我逍遥快活啊！对，还有两个礼拜，跨年两个礼拜，是啊，跨年过就考了，哎，没有理你跨年的啦，前面是到什么上班？知道吗？2月才放假，2月没有一个月啦，三个礼拜，然后三月一个礼拜嘛，然后就上新课了，懂吗？哎，听我讲啊，所以我们基本上 ，Hello， 一考完你的 USA 考试，这槟城哦，不懂你们是几时，但是你们还是要准备先。一考完 USA 考试，我们2月份就已经 plan 了，你们要开始上丰富性课程了，不能慢。原因是什么？是就要总共10课。我先跟你讲啊，你现在8课都读到你要死了，对不对？才考那3课，你就跟我整个眼睛像猫熊猫这样的。丰富时刻 ，SBM 丰富时刻，20课，我不是吓你啊，我讲真的，听到吗？所以我给你知道，这个是1月2号会有 USA 的考试，听到吗？所以 OK， 最近有家长 complain 我们哦，好吗 ？complain 什么你们知道吗？大家，老师，怎么你们那个备战班送的笔记本只送了50本，不够诶？我的孩子51个报名都没有拿到诶，听到吗？我们跟院长就紧急开会讨论 ，OK， 51位以上的，我们也会开放给你拿笔记本，听到吗？因为有些人今天才报名，你已经是51后了，听到？所以老师怎么会给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笔记本很重要。因为备战班，比如说我最拿这本笔记本来给你们上课的，听到吗？然后备战班都是做考题啊，我先讲好吗？备战班不是上课的吗？备战班做考题啊，听到吗？第一堂课在几时？9月16号，听到？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人，我们多开放20个位置给你，20个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有63个了，没有错的话，也就是说什么意思，懂吗？我们还剩下7个位，就是你的笔记本没有了，听到吗？然后剩17个位置，80个罢了，听到吗？我先讲啊，备战班不是上课的啊，备战班是来做考题，做考题，你不要误会啊。OK， 然后有人讲老师 ，UPS 我们也是有参加过备战班吗？这样为什么 UPS 备战班参加了过又没有考试？我先讲先，我们也不懂教育政策改变，我们能教则教，不要跟我出去外面讲我们赚钱来了。OK， 如果要赚钱，我告诉你，我可以说很贵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哇，对吗？哎，看，假，看，还没有连完了吗？OK， 不要开玩笑的，懂吗？美不美啊？什么连天花板啊？我跟你讲，我要把它这边连完 ，OK。然后那边呢，就放我一点私人的照片。放那个小恶魔。哎，掉。懂吗？我先跟你讲，所以你要懂备战班是做什么的，懂不懂？明白吗？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哎，不然你要这样做考题，对吗 ？OK。所以我这边有10本啊，没有错的话。是40个以后的 ，OK， 等下你给我拿，我先念名字哈。艾文浩要给我拿，宇轩、林星没有来，心仪、金涛、秀云、Amy、子瑜，什么字啊？这个？哦，心仪，还有一个心仪，等下给我拿。然后是我的嘞，拭目以待，因为你是50过后的，来，好吗？再给你指导一下哈 ，OK。来，准备默写。